常常问我说，如果你对我的爱情不见了怎么办？我说，爱情会慢慢转换成亲情，虽然没有像以前那么浓烈，却更加真实，更持之以恒。找六个人路人，对不对？计时开始。弟弟，我可以跟你拍照一下吗？我想要，我现在要在。我赶时间。你赶时间啊？完美老公保证卡，一，我必须遵守三从四德，老婆出门要跟从，老婆命令要服从。又咬啊！老婆花钱要舍得，老婆化妆要等得，老婆生气要忍得，老婆生日要记得。有问题请打0800000314哦。想我也希望思琳嫁过领导，哎，你妈妈小像我小姨安尼，我像小姨安尼，还希望你哎，就两个就甜甜蜜蜜、开开心心的过日子，永远幸福。让他很幸福，让他每天每次回家都是非常开心的，然后让他到我家也不会受到任何委屈，每天跟我一起开开心心的度过下半辈子。16年前我们认识，10年前我们相爱，今天我想牵着你的手，